话毫无规矩，像什么样子？绿灯亮，绿灯亮。分数我爱怎么砸就怎么砸。创作需要自由。就是你们在发这些传单。来找我们。自由这件事，好像要努力争取才可以拥有，但我们本来没有吗？有时候因为遇见一个人，你突然被打开了另一个世界。我昨天有说要占领戏班吗？所有的反抗都是需要付出代价。我只希望你不要受伤。你还是去谈正常一点恋爱，谢谢你。我都被搞乱了。我们不是一起的吗？怎么一起呀？